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呈现方式哦？您觉得就是这叫什么？这应该是说我有两个县市之间的同期比较，也就是说他们因为两个县市的同期比较，你就会在意的就是最接近的是什么时候，差异最大的是什么时候。好，所以我们会在意的就是说，当它最接近的时候，还有差异最大的时候，作为两个县市的比较。那请教，如果我现在觉得这两条线太细了，还有些人喜欢在那个线上面加那个三角形，就是这个点，他希望凸显一点。好，可不可以做呢？当然可以，所以这我就要教你古典图。一样在格式里面的修改，所以请点它，然后这个线，然后好，你觉得古典图在哪里？你觉得古典图在哪里？是不是标记？我游标都在这边晃来晃去了。好，打开，然后请把标记，看你喜欢什么，三角形吗？然后设大一点，可以吗？我比较喜欢圆形，我个人比较喜欢圆形。好，就提供给你们参考吧。那如果你设完这个标记，针对折线图，你设定完了标记，就是那个点所在位置，它叫标记。如果你想把那个线稍微设粗一点，它在行，有没有稍微粗一点了？它叫行里面的笔触宽度，可以吗？我强调讲一下，这个英文叫做 line，就是我们天天用的那个 line，line 它也有什么线的意思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翻译上面，如果你喜欢看英文版，你就会觉得它会更贴切一点。好。